女生，我们又见面了。今天呢是所有女生的 offer 三第三集的录制啊。那么我们首先呢要邀请到蜜光的老板来和大家见面喽。两位好，两位好。你好，你好。之前我们第二集和第一集您有看吗？对，我是这个昨天晚上稍微恶补了一下。哦，那所以您这边有没有什么主打的一个秘籍待会儿面对我们佳琪？对我来说，我主打就是一个真诚。您要不然给所有的女生安利一下这个品牌好不好？一句话。那我们会用精准护肤这几个字，所以我们的使命其实叫做不断探索科学的边界，让每个人自在体验生命之美。OK，两位搭配的还蛮好的啊，咱们待会儿可以期待一下录制现场的这个表现，希望咱们品牌第一次参与录制能够取得成功，好吗？咱们这边请。好，辛苦辛苦。谢谢谢谢。好，待会儿见。接下来要出场的品牌是倩碧，那我们要有请 Scott， 有请。所以您手里拿到的雷射瓶是我们今年 offer 的一个重磅产品。雷射瓶是我们这个明星产品，嗯，所以这次必须我要带来，而且带着有诚意的 offer 来。哦，好期待！那您可不可以用一句话来安利一下这个品牌？今天是 offer 三嘛，所以我想，机智听佳琪，销量看倩碧，倩碧陪伴所有女生30年。哇，我觉得这个 slogan 很酷哎。好，那我们也预祝倩碧这次能够谈判成功，谢谢。下一个 Olay， 我们要有请高培高老师，有请。Olay 是第二次参与到所有女生的 offer 的录制，是。我想知道您在来的前一天晚上心里的感受怎么样？对，我们第二次来，我有两个感受，一个是激动，一个是感动。嗯。然后其实感动是非常感谢佳琪可以选择 Olay， 然后加入到这一次的 offer 的拍摄当中，也非常激动，看今天能够碰撞出一些什么样不一样的一些火花了。OK， 那我们最后一句话，面对我们的所有女生来安利一下品牌好不好？ Olay 是一个一切源于对科学和女性热爱的品牌，我们希望用科学的产品帮助所有的女性变得更加的美丽。嗯，那我们也希望 Olay 这次能够谈判成功。没问题。好，那辛苦高老师。谢谢。下一个品牌科兰黎，我们要有请 Michelle， 有请。好美啊！今天谢谢你也特别美，很开心再一次来到所有女生的 offer 的舞台。所以咱昨晚睡得好吗？还不错，还不错。这一次我觉得更加从容淡定了。那我们接下来呢，要用一句话安利一下科兰黎。连佳琪本人都在边播边抢的维 C 精华，你还不心动吗？哇，这个我觉得有打到心里。但您这次带来的产品，我们很多女生都会特别特别喜欢。对，所以这次我们也超期待 offer 的力度。大家可以放心期待一下，我们今年呢一定是诚意满满的，所以我们这次也特别期待科兰黎能有一个超大的 offer 冲进我们的双十一，好吗？必须的，希望所有女生都能抢到哦。辛苦辛苦。那接下来我们在这个签名墙这边留下您的签名。好，谢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所有女生的 offer 三的第三集的 offer 现场。Wow. Wow. 那这一集呢，我们也邀请到了几位老板来到我们的现场，然后聊一聊关于他们品牌的一些有趣故事，以及聊一聊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就是护肤进化论，特别好。那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老板们，欢迎大家，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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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便坐，随便坐，随便坐。今天把他们两个分开，拆开一点做、嗯、所以紧张吗？紧张啊，我是一个 I 人。对，那你呢？本来不紧张的，但昨天我们同事让我们一定要把前几集的看一下，看了之后紧张了。好、哦，所以哎，那两位参加过第二季的老板们，要不要给他们一点经验分享？我觉得做自己就好，
那米室友呢？我觉得可能跟袁总一样的，就是做自己，但可能不一样的是我们去年准备太多了，我们去年准备了很多，那我们今年的策略呢就是做自己，主打一个痛快。痛快、哦、特别好，就直接一上来就给出底线，底线就一会儿再看、哦、一会儿再看话不要说太满，怕打脸、okay. 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个环节，就是大家现场自己选择，嗯哼，顺序是吗？是。我问一个新手村的问题啊，这个顺序的前和后是有好与坏的区分的吗？会有一些影响吧。有好有坏吧。有好有。没有，我觉得今天我们可能几个品牌要联盟一下。好，那你们现在就开始谈。不吃了，我们直接开始吧。对，四个人一起谈。其实我们谈判桌就这一张了。就这一张。然后等下菜一个。那个张就出来。是的，那大家吃点东西，吃点东西，吃东西，一边吃一边聊吧。是，那各位老板，其实你们在心目当中对于护肤最早的一个印象是什么？那我们先问一下袁总吧。我们小时候的护肤其实是非常简单的，我妈是一个，工程师，化学工程师。哇哦！所以我们是从甘油开始。当时并没有那么多复杂的护肤品，是，接下来才有那种所谓的雪花膏，接下来嘛，我觉得做了美妆以后，我觉得无非就是三部曲，清洁水加上这个保湿霜，对，保湿霜。OK， 那我们再问一下，刚刚吃完饭的李总，我吗？最早的时候，我觉得护肤就是小时候觉得皮肤不舒服，然后就会拿小样去用。因为最早的时候开始护肤都是因为有问题想解决，对，但到了后面之后就会发现人他的需求会有不断的层次的上升，他就会觉得哎，有时候我要追求啊给自己带来的愉悦感，然后后面会追求要给自己带来一种新的一种享受。是，那理性的王总，你跟他有什么不同的观点啊？你认可他刚刚说的那一段吗？对，我非常认可，那个也是当时我邀请立刻来啊一起创业的一个初心。然后如果说我个人的护肤的这个最初的经历，我应该回到上大学之前，因为我的妈妈是一个非常的 fashion 的一个人啊，然后你知道她在90年代就用香奈儿五号，哇哦，90年代，我觉得也是非常震惊。对，所以我早年的一些这个认知是被我妈妈影响。那后来呢，就当时我在跟我妈妈聊到说，她说哎，这个护肤行业其实现在选择很多，那如果通过科技的手段让大家的这个护肤的过程更加简单，其实这是一件更愉悦的事情。是，对，了解。那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跟立刻其实都是有这个体育爱好，所以我当时的认知就是其实防晒是最重要的。嗯，哦，非常专业啊，很早之前那么早就认识到了，很先进。那 Michelle，可能作为女性来看待这个问题的话，可能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角度，就是其实我们应该是从小看到大，其实看了很多护肤的广告，所以其实我觉得整个中国的个护肤的行业可能大概经历了四个阶段的迭代。第一个阶段的话，我感觉更多的是追求的是一种幸福感，就是2000年左右的时候那种广告，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就电视广告里面看到都是那种结婚的场景。但接下来可能第二个阶段追求的可能更多的是梦想感，但第三个阶段的话，我觉得到的是一个科学性的阶段。那其实我们觉得接下来一个阶段应该是一个完美性的阶段。对，其实这个也是对我们所有的品牌也是一个就是动力吧，就是鞭策我们自己要做得更好，来满足消费者这种完美性的需求。对，说得好。是，那我们旺旺接下来给我们开玩笑。那我们来假设第二个比较有趣的问题哦，就如果各位老板们去到一个完全不护肤的原始部落，是，但是你们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带自家的产品过去，然后去开拓那边的市场，你们会带哪一样产品去？我跟你说，这两位老板现在很焦虑，原始部落有没有电呢？我们有太阳能。哦，对，我们还好有镜子。我觉得镜子是一个能够帮助他们看到自己、认识自己的一个很好的途径。王总，那得说我们当家产品。我们胶原泡这样的一个新品，其实是敷面膜的时候顺便就做掉了。
那我只能带我们自己最经典的黄油。那柯兰妮的话，我觉得可能是我们最新上市的雪藻系列的产品最适合。那其实本身雪藻的这个成分也是从这种严峻的环境里面生长。你们可以在那个现场原始部落建一个厂，自己去抓挖雪，在挖那个雪藻，然后就开始自己在那建厂。好的主意。那今天我们也准备了四个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大家可以一起跟所有女生们猜一猜他们的关联是什么。我跟你说你那个就太关联了。就第一个吧，就这一张图，就是我想要请三位老板猜一猜，就是他想要表达的是什么。这是倩碧非常早之前的一个广告。对，经典的广告。产品经典到像刷牙一样日常，是一个每天早晚都要用的产品。它是非常的健康自然，以至于它可以吃。老板来，那我们让老板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他其实的英文的 copy 就是 twice a day， 就每天两次的，就是早晚护肤，跟刷牙一样。哎，厉害 ，exactly。好，那第二个，这个就是鸢尾花，所以它跟柯兰妮的故事是。那其实我们的柯兰妮的创始人皮尔法伯博士，他是一个植物学家。那我们的很多产品其实也是从植物里面有萃取到有效的这种成分来达到我们的产品的。所以呢，这个鸢尾花是我们品牌里面算植物里面的一个基因，对，它也是法国的这个国花。我特别期待鸢尾系列产品的出现在柯兰妮身上。我们有些惊喜在后面。好，那接下来，哎，有一个小故事分享。就是有一次我在参加一个口红挑战的时候，大 battle， 然后他的旁边就放着我们蜜光的镜子。所以我想要让两位老板分享一下，你是在哪一个瞬间觉得哦，我们家的镜子好像真的被大众所熟知。我是当时发现把他的头像改成用我们光照的自拍。哦，你确定那是你们的光吗？我确定，因为它下面，它这个光下面是有个缺口的。哦、oh. ，对。然后第二女明星是，哦、oh. ，对，就是她不仅把它变成了她的微博头像，然后还把它带去了一个湖南的一个节目。直到当时你的那个直播，我们当时第一反应是，哎，为什么我们镜子在上面？哎，这个人是谁？大概那天晚上有20个人给我发信息说，哇，你们好有钱啊，做了植入。我问了一下我们市场同事说啊，没有花钱。对，所以那一年其实我们看到非常多的在外面的一些曝光、嗯、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很多大家都是用户自己来我们店里面是去买的，没错。所以我们也是认为如果产品做得好的话，其实消费者是愿意去为你说话。 好的，那刚刚我们四位老板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可能大家平时在不太了解的，对，在品牌上可能不太那么了解的一些故事，是，那就进入到我们最激动人心的环节吧。好，我们今天用了一个非常简单粗暴的方式，抽签。来吧，你想靠前靠后啊？靠前吧。 OK， 来吧。所以里面有几个，剩下就是我了，也没有什么选择。打开。第一。哇！准备起来。Oh my god！ 啊！哇！挺好。那所有女生们，接下来就马上进入到我们的所有女生 Offer 三品牌谈判环节，来喽！好的，欢迎大家来到所有女生 offer 三的第三集的第一个品牌，欢迎四位老板。这个是我们的这个 CFO， 也是我们合伙人，是 Ray， 啊，这个欢迎。对，计算器已经摆起来了。对，然后这个是冬菇啊，是我们对美万的冬菇。对，美万的冬菇。有一次跟大家开会的时候，然后让他来介绍自己的时候，冬菇就说：“大家好，我是美万的冬菇。”好的，那老板们，今天你们是整
三季 offer 里面第一个出场的仪器品牌，所以老板们准备好了吗？要实现女生们在家可以用仪器的自由。嗯，绝对自由。绝对自由。我怕你回去了之后你不自由了啊。我也怕。好的，那今天谁主发挥？当然是我们的一直以来的这个跟佳琪合作已经卖了11.几万台的这么一台真诚射频仪。对，然后这个产品其实我觉得今天最大的特色就是 offer。 哇哦，是非常有诚意的价格了。嗯，还好吧。啊，还好吧。啊，因为我们查了一下历史数据，我们2180是去年双十一的价格，今年618是1999。其实你们每一次大促都给到大家了一个梯队的福利。我们这个梯队按之前的2180减，你也太狠了吧！19。我觉得有一个非常棒的点。1699，什么？非常炸。这个的确是有一点突破我们的底线了。但是我们今年要让所有女生家里有一台射频仪吧，让大家观望了几年的女生们都试一下家用美容仪带给大家的便利吧。我们就直接做一个裸着的价格，捡钱的价格，咱们裸着卖，就干干净净，就做价格给女生。去年双十一我们卖了台，我们今年618都卖了台，我觉得我非常有信心可以卖到台1699。第一把就已经砍到我们的肉里边了，有点过。两盒可丽金换成两只凝胶可以吗？我觉得可以，非常棒啊！成交了。你别说话呀。我觉得很棒，你的想法就是我刚刚想说的。我只是老板，可丽金面膜我可以完全不要，女生家里谁没有几片面膜？我还没答应呢。主要是我们本来这个产品也就只有5万台，本来想卖完就收工了。那咱们就收工价呀。虽然我们的量变大了嘛，但是用户多了，咱们就是要用户多啊。我们要不再商量一下吧？问题。这个。对。对对对对对。给我分。来吧，老板。对，我想也提一个想法，就是如果要让所有的女生都享受到佳琪带给她们的福利，肯定也需要佳琪这边要给到一些什么样的 offer。 你想要什么都给你。别，哎，你想要啥？我先听一下。我想要就是我在第一天黄金这个时间段，有我的产品都是在合适的坑位上，你的肖像权，那我的产品是不是都可以用？我觉得咱们只要第一个仪器品牌来给到女生们那种哇，所有人都说天哪，真的不买真的会有点吃亏那种感觉。你想要啥我都给你。干吧，冲！漂亮，哇，第一个就很炸呀！大卖！你们的大牌灯终于来了。对。我们在光的赛场上永远是专业的玩家，所以我们这次带来了我们的光学的大排灯。大排灯好不好就看两件事儿：能量够不够充足，波长够不够精准。我们的大排灯177毫瓦每平方厘米，行业这个棒。对。第二点是我们查阅了很多的文献，我们的波长都是可以被循证的。第三点，我们所有的测试都是经得起考验的。 OK， 那我们的价格呢？因为它是我们的新品，然后目前静默上市的情况下，它现在已经是榜一了，发售价是2799。对，我们现在目前给的价格是2599，再附送三盒可丽金的保湿面膜，这样子让确保它可以照完之后皮肤就不会泛干了。哇哦！因为大牌灯已经出来了，如果咱们还有面罩，是不是自己打自己？有这道理，对吧？有这个道理，有道理。所以咱们面罩不卖了，让逆光的光更加闪耀。面罩的光是在里面闪，但是你的光是敞开了闪。所以我们努力推一推大牌灯吧。要要要！
我觉得你们的新品给到很合理。哇哦，佳琪是新品哎，还没，我觉得我需要速销救心丸。新品就这样吗？然后我可以面膜不要，但是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就灯的支架之类的东西？运费很贵的。很贵的。是是是，没关系，运费嘛。因为我们现在官网上面它的裸机发售价是2799，如果用户想要支架的话是要2999才能拿到的。哇、wow, 好棒，你又让我们的 offer 变得更划算了。有多少台呀、啊、现在是给的是50000。压力好大呀。如果是2599我估计就5000-6000吧。咱们给压力可以，咱们不用睁着眼说瞎话，5000-6000台我差不多可以他们离开了。但是如果万台很棒，金总，我可以给你一个你最想要的东西，我在8点钟之后开讲解上链接，然后所有大牌灯你的链接第一个开。不可能，8点第一个。对，不，我说8点钟。那你一个我觉得可以。不是，懵了。录下来了啊，录下来了。今天有一个美腕的冬菇，也有一个蜜光的佳琪。哇哦！我们今天还有哪一些品是想要拿出来谈的？当然是我们的蜜光胶原泡第二代大师版。针对于上一代的产品来说，有三个比较主要的升级。第一个主要的升级是我们会创新了一个叫大师模式，搭配这么一张面中部的面膜去使用，就会针对我们皮肤上面比较有特色的5个点去进行比较深层的刺激，能够实现很快速的一个上扬的效果。第二个是我们左下角的这个分层分区的精准的抗肌肤初老。第三个是我们在高能量低频率的时候，它会产生也是能够帮助去抗衰的一些能量。对，所以这就是我们三个最主要的升级。是，我觉得我非常开心可以在双11所有女生的 offer 这个期间等到我们胶原泡的一个升级。我认为今年双11女生们都很期待，我能否上胶原泡，然后也很期待它的价格。嗯哼，重点。我们讨论一下。我怕我聊完了他们就走了。他们不会的，这个就转身离开。那就把他摁住，我们没锁了。冬菇，冬菇留给你们了，价格留给我。对。然后这样子，我们把那个胶原泡的 offer 一起说，老板们可以开会，开会碰一下，好不好？好不好？我们就一起说完。那就这样，咱们这样，大牌灯新品和胶原泡大师一起聊。来吧。我觉得有一个大胆的想法，第二代的升级，然后女生已经蠢蠢欲动的那个小马。让他们来得更猛烈一些，以及更划算一些，直接胶原泡大师加面罩的组合，然后所有的护肤品保留，然后把下面两个包包，就是镜子和那个眼部射频仪去掉。然后我给你，金总，你最想听的东西。刚刚我们都说8点钟之后第一个。但第一个你相信我，绝对对胶原泡不是最好的位置，因为第一个8点开的时候会卡住。我们给他8点钟之后前五个里边有我们3个是吧？不，前五个里面胶原泡一定会上。这个需要先叫他医疗队。还没反应过来。我这个重大决定我们肯定要商量一下。来吧，商量吧。我也想佳琪你也商量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这3个 offer 的话，是不是第一天都能上？然后第一天里边你答应我第一天都给你。我们能用那个小房间不？可以，给我们2分钟。你去吧。我是觉得核心关键点是
我们其实花了很多时间设计的一个方案被佳琪就从头到尾打破了，所以让我们非常的不知所措。韩哥，我们如果交院炮的 offer 是你们自营那边 OK 吗？那他们四个人的表情很焦虑哎。倒计时五分钟。哇。嗯，好的，我知道了。嗯。所以是好消息吗？我觉得对大家也许都是一个好消息。对，我们的最后的决定是胶原炮，从来历史上没有过的面罩的产品，是这次就送，得保证我们的这个万套，对，我觉得可以。我觉得非常可以，我从来没有卖过胶原泡，女生们要太久时间了，尽力了，成交。我们还没说我们的要求呢。好，你说，八点档的前二，老板，你相信我，前三，最多第三个是比较好的。好，我们相信你。然后我答应你的那个射频的第一台，我一定会答应你。相信你。然后那个排队，大排队，大排队。哦，排队我们还是比较坚持在加送一个那个支架，然后可以的，可丽金一盒，对吧？可丽金一盒，没问题，可以的，我觉得这个是合理的。然后三个都是第一天。Yes， 没问题。来吧，签字吧。还有，没问，还有就是肖像授权。是，我们一起把它推爆。肖像授权延期到双十二免费给你们。明年双十二吗？真是疯了，到了这个桌子这么容易疯大家都来吧。 OK， 第一个仪器特别成功。其实不光有讲到单纯价格或者机制的问题啊，其实也讲了很多我们想跟用户说的话，我们做产品的一些这个赤诚之心吧。我觉得下次要准备的再充分一点，下次能谈得更好一点。对对对对，底线真的不能这么轻易的被突破，我觉得这个是要修炼的一门功课。所有女生的 offer 三逆光成功。好的，那欢迎回到我们所有女士的 offer 三的第三集的第二个品牌，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倩碧。欢迎四位老板。三位是去年的老面孔，对，有一位新的姐姐。那老板先介绍一下你们的团队。好，因为今年是我们品牌进入中国30周年，是，这是我团队服务该品牌27年的同事。哇、wow， 所以倩碧进中国后3年你就开始在倩碧工作了，我的天哪。对，于老师。于老师好。于老师好。好的，那今天谁主讲啊？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老板有话对您说。去年呢是我第一次来，当时我确实没有准备。所以我今天特地准备了一个心愿单。Offer 三三条心愿。第一条，如果我们今天能够达成协议的话，我希望我们有一个护肤小课堂的单独的部分。另外可以加送一个热门位，这我也不太懂啊，但是这个是我团队说非常有价值的。第二个呢，去年我们曾经在档期的时候说了这个黄金档，我想具体一些，我觉得应该在8到9点档，最好能多讲几分钟。我心目当中是10分钟，当然我觉得可能对你来说有一些挑战，但至少我把我的心愿说出来啊。第三个，因为这个是品牌进入中国30周年，我们也想借这个机会感恩所有消费者，所以我们希望把最好的 offer 能够带给所有的女生。是啊，所以佳琪接招吗？看看你们今天的 offer 有多大吧。非常非常给力。来吧，我们先看我们的第一个镭射屏302。我们今年其实是为
佳琪特别特别申请到我们这个所有女生的会员券，然后是一张30元的减券。这张券其实我们在内部申请的非常非常的辛苦，因为大家知道我们是不轻易给到券的。雅诗兰黛给券是真的很难了。你要知道我们这款产品的话今年是第5代，而且我们这支是持证上岗的美白精华，这么好的一款产品，我们也希望说能够让所有女生都能感受到我们雅诗兰黛集团把最好的黑科技给到了我们倩碧品牌。所以我觉得在今年秋冬应该是养白皮肤的一个最佳时间，那么可以让所有女生都能够使用我们倩碧302的王牌雷射屏去感受到白皙水润的肌肤状态，而且能够稳定住肌肤的情绪。其实你看我们于老师，他因为从我们第一代一直到第5代的商品，所以于老师可能比我更有发言权，也可以跟佳琪来分享一下美白雷射屏的功效。那其实我从是1997年开始入职，到现在正好是第27个年头。我本身的话就是敏感肌肤，对于选择护肤品来讲的话是非常小心的。那在27年前的话，我就遇到了倩碧302美白雷射屏呢，它从第一代就是滴管状的，然后一直到1、2、3、4、5，到现在这种真空按压式的泵式的配方的话，那我所有的雷射屏都用过，那一点一点改善了我的肌肤。所以我们这么强的产品其实也给到了非常大的力度了。首先我觉得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在于价格上，如何去跟消费者解释这5块钱的调价。因为你们很好，已经减了30，但是它对比去年还是涨了5块。然后第二个我们要去直面的一件事情，就是在美白领域这2年的生意今年下降和下滑的非常非常的夸张。因为大家对于自己的容貌开始自信起来之后，他们不会在意说我的皮肤一定要有多白我才是最好看的，脸上不要完美无瑕，而是要有一点点的小缺点，可能它会更好看。对，所以其实我们今年的话，我们的美白也是美出自然白。是。而我们的302也其实不只是淡斑淡痘印，它是一个302专利的全通路美白，然后也帮助你的健康基底的养成。佳琪，因为我刚才我听到哈，你对这个消费者入手的实际价格非常关注，是吧？所以我不知道你心里面什么样的价格，我们在今年的双11可能消费者更加能够接受。我们两个方向吗？讨论一下。安静吧。就是要么动券，要么就是也讨论一下，保持这个价格，对，加防晒。哎，有没有可能？我觉得两个方向吧。第一个方向就是我们直接买一送一送正装。我来喽。我坐坐好，我坐稳一点。我觉得740，就是820是减了80元的大额券，因为这个是对于雅诗兰黛集团来说很少会有的金额券。第二个方向，我们是785块钱，就跟去年的价格一样，在目前的买一送一送一只小样的基础上，加一个我觉得对于美白也是很有帮助的你们的雷射防晒正装，就会非常炸，然后女生们会说很贴心，整个美白加防晒都做好了。我们比较现实一点，我觉得去年的话大家也谈得蛮开心的，因为我们其实是给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一个机会，我记得这个也是一个我们的绝密，然后最后给到消费者很炸的一个力度了。所以你今年这样子，我再做一个假设啊，我不减。你就不减是吗？790吗？820。不行，这个差距有点太大，因为这是正装的防晒。正装它的价值是350块钱。是哦，那我可能会想要740买一送一不要防晒。女生们非常好理解，我更好说，比去年的价格还便宜，还在做买一送一的正装，顶下来这么大压力，还发了一张80元的大额优惠券。你又来给我们画饼了。我再多问一句，
减券跟这个组合，你觉得哪个会卖更多？减券。我们商量一下，好不好？好，没问题。因为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品牌。嗯。我跟侬讲，如果我给他取，我就啥，就不是冲，我就是可能就买一套送一套。他做不到。佳琪，我们回来了。好，我们倾向于给你80元的券。740。对。哇哦！买一送一，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们的核心单品。必须做到让所有女生满意。谢谢老板。而且佳琪除以二的话，两个女生拼单真的很划算。370啊，就不要送那些小样了，我们就直接给女生减钱吧。对，很棒。OK， 那我们下一个也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单品，水乳套。我们美白精华水是我们今年刚刚升级的新品，我们这次全新升级的美白精华水叠加我们的美白乳液，基本上就是我们整个美白家族的 YYDS， 一起来配合使用效果更好。而大家可以看我们的美白乳液，是我们几泵式的，也是真空锁鲜的，而且它的质地非常的清爽，它马上就能够在我们手背当中流动下来，而且不会给肌肤造成很多的黏腻感。因为很多的女生会发现说，用一些美白类的商品最怕的是黏腻，不吸收，不舒服。但是我们302的美白的水乳就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的皮肤达到水润白皙的这样的功效。同样的，我们是持证上岗，我们的美白精华水，我们的美白精华乳。佳琪，我太太每天晚上用这个湿敷，而且感受她说非常好，去黄的效果也特别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边给到的诚意，因为这款两款产品，水的话是410块钱，乳液是450块钱，它们其实加在一起要860块钱，那我们在这上面是80块钱，那为了体现出我们的诚意，我们愿意把它降到700块钱以下 ，which means 是690元。我直接给你一张170元的券，但是我的小样就不会是正装了，我会给他一个全通路的美白水、我们的精华和我们的 UV。出差旅行可以带。对，比618要便宜，是非常非常的炸。好的，我觉得你们非常的有诚意在这个品上。我有想法。你还有想法？我好有想法，我们那么有诚意。我们有618的基础嘛，所以大家也是会对这个产品在今年双十一 offer 上是有期待的。因为我想让它变得干净，就是一个水加一个乳，然后你们直接减了170的优惠券，690。送，还要送什么？10ml 加10ml 加10ml 的镭射瓶，让他们水、精华、乳液一整套的搭配起来用，试试302的全套魅力。这第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690送正装防晒，那就是水、乳加防晒，就是相当于三个正装的一个组套。这是一个组合。或者是这是一个组合，但是都卖690，是这意思吗？你可以选一选。那会不会影响美白精华的销售？所以我想说送防晒。哦，怪不得，我也想一样。我们其实内部当初在设计这个的时候，曾经想过这条链路的。但是没有劝老板，你稳住。而且这个是新品，老板。对。或者这个，请老师。好，你试试看这个方向。老板，还有一个比较突破性的小想法，你想不想听？我听一下。在今年618的基础上减100元，725，因为彼此留空间嘛，我们也不是乱来的人。然后中间写个加号，我们买水乳送防晒正装送精华10毫升三个，中间写个加号，这才是美白全通路。
巨完整，全系列302，送的东西已经超过本地了。是的，对，全系列这是组合，我们不是送的，这是组合。我现在就想下单，我也想下单，真的。你不能下单，下单得加钱。我这个价值加在一起，吃不下来。我们要不先聊下一个品，这个就是我们也很坚持。我们先把黄油搞定。好，来。然后我们这边黄油的话非常简单，我们到今年双十一的时候，我们会给到50块钱的一个所有女生的会员券。没错。所以的话，基本上我们可以拿到比去年低的价格，345元，然后买一送一，非常诚意。我觉得咱们直接把它卖完，295两瓶200毫升。哇哦哇哦，295，那卖的比我125还便宜。对啊，这又很好说。你看200毫升的正装比125毫升还便宜，你们整个就是雅山黛最给力的一线品牌，给出了单品100元的优惠券，直接大牌减100块，太牛了。好炸好炸。佳琪，你把你的心愿都说了啊，你还记得我刚刚开始的时候的3个心愿吗？记了记了。我记得预热期小课堂热门位，对，10分钟讲解，对，8到9点档。所以目前我们第一个已经把302美白精华达成了共识，现在这边有点小差距，是送一个防晒，要到690，是吧？是。好，那个就全套，那咱就留到下次再聊。下次也没有了。这个是减100，肯定是有点困难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如果能够把前面2个的条件达成共识的话，我愿意以298买一送一，97块。我们125ml的价格是298块，所以我们用125ml的价格买到2瓶200ml。哇，炸不炸？炸不炸？炸不炸？炸！佳琪，炸不炸？炸！这我再说一遍啊，那2个条件啊，8点到9点，10分钟讲解，对我来说真的，我已经播了10个品了，老板。嗯，大促哎，你说日常我可以。那你说几分钟吧，但8到9点档这是必须的前提条件。他你可以完全放心，8点半之前就差不多播到了。嗯，我写下来啊。黄油我们去年是放在8点半8点之前的，去年后来大概是在10点多，对，蛮后面的，蛮后面的。我想想我怎么可以让你开心。佳琪，3个东西都能卖空，对，在承诺我们刚才所说的新单里面的资源位，我也就蛮感恩的。我感恩你给我这么大的 offer。 我相信所有女生也会感恩你今天跟我们谈的 offer。 是的。老板，我可以在这里私自决定，因为你很直接做到了这么大的黄油的 offer， 我应该可以在9点半的时候帮你插进一个黄油，这个位置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位置，9点半很黄金。302精华是8点半减80元券，买赠送赠。黄油是9点半卖298。是。好，就现在就差这一套，所以这一套你觉得最佳的时间点是在哪里？690送防晒，我应该可以放在第一天，我去争取一下就货值。是690送正装。嗯哼。OK， 所以什么时间段？2个选择吧，你们可以选8点前，靠近8点，也可以选10点钟左右的位置，看你们想要哪个位置。选择这个时间。8点前。嗯。上链接。嗯。OK。好，我告诉你我们的决定，690，8点前。嗯哼。上链接。小课堂，小课堂。好的，谢谢老板。好，谢谢成功。谢谢大家。你别再给我们饼了，谢谢。OK， 来。哎，好，好，盖章。来，3、2、1，所有女生的 offer 三限币成功。这是我们第二次来嘛？
所以我们是有备而来，对佳琦提出了一些特别的要求。今天我觉得佳琦他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还是提出了一些我觉得非常有建设性的建议，所以我们双方还是很愉快地达成了一些共识吧。今天其实谈判应该是非常顺利的，希望李佳琦在这个双十一能够大卖。好的，来了来喽，我们接下来的品牌就是去年大家都非常喜欢，而且我们当时觉得说天哪，怎么被聊下来了？对，竟然让他们的 offer 变得非常大了，是，所以我们今年也特别特别的期待克莱梨的 offer。 那我们再次欢迎三位老板吧。 Hello Hello。 是，那这一次来我们发现桌上已经摆了我们今年重点推荐的雪藻系列的护肤品。然后你知道刚刚我来的时候，我说这家要拍的品牌就是科兰梨，然后旁边有一个同事是我们的中控老师，我们要买，说我要买雪藻，雪藻你好好谈哦。我说好的，我会努力的。我们今天的诚意也非常给力。是，而且我发现雪藻这个系列确实是在我觉得高端护肤里面好好用，它出圈是真的很快速，而且口碑非常 好。哇，你科兰梨，这是我非常意外的一个点。但是我觉得哎，确实实力是有在这里的了。对，因为这个雪藻系列其实蕴含了我们的专利雪藻生态，而且今天其实也有提到我们的这个成分其实萃取于挪威极地，那它本身就生长在很严寒的环境里面，所以就为什么效果这么好了。嗯，对。好，那我们今天的重点是，但是我们准备了一些我们的片段想要跟佳琦说。对对对，我们准备了秘密武器。科兰梨一号维 C 精华，有用过它的吗？绝了，美们，它里面是原汁原味，我用的科兰梨，我们等于说它独特的香兰梨，百分之五十一十皇家的原汁原味，真真正正原型的维 C， 不带香味。这个是我们真的自己爱到不行，我们自己会花钱买的东西。对，我买喽，非常自己买喽，我自己都买的东西哦，美们，我自己买了三组科兰梨，我自己买了三组科兰梨。三组哦，不骗大家哦。我觉得小众品牌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从认知然后到认可这个品牌，那是不能就说一味的打价格啊，对，一味的是帮你播流量最大的那个时候狂抢这个资源位。但是我现在就给你这个给你这个权益。柯兰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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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好感动！竟然是2021年9月份，我以为我们2019年就开始合作了，感觉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对，所以刚刚看到了，我们其实一直很喜欢我们的维 C 精华嘛。那我们其实的第一个单品也是从我们的维 C 精华来吧开始。来吧，看看我今年为它要下几单，看看你今年有每年都下下单。我们从这个维 C 精华开始，也是因为它确实是我们的王牌的大单，所以今年双十一其实我们带来了还是非常有诚意的 offer， 24送到27，因为我们今年618其实也只是送到了24，是。然后派三组的话呢，我们是直接送到81组，然后今年的话呢，我们会送到3个10ml 的面霜。因为我们把精华其实替换成面霜，它是会更好搭配的。用了 VC 只有我们的面霜，然后其次的话，因为3个10呢，大家就很好拼单均分。是的，并且我们会在整体包装上面去做升级，用户收到的礼盒是可以有完整的3个独立的礼盒的。了解，我们去年的销售是清空。嗯，对。今年的货值是。咱们要讨论一下，你看一下你的方向吧。我看我的方向是吧？好，我觉得就是买两组嘛，是吧？就是拍一，你就先拍一和拍三，对。一、二、四、五、五、六、八、四、九、十五，这边吧，是吧？他们现在给的是这个嘛？对。咱们只突出在一个，哎，好吗？就往这个方向走，非常棒。好，知道了啊。嗯。啊，知道了啊。今年的你对我们的目标任务是要比去年是翻的。对。所以我们的压力会有一点点的大，但是我有一个 offer 出来，绝对翻番和清空。我想要把绝大多数的量压在3盒上面，
而且我们去年三盒是下架非常快，对，然后大家都特别想要三盒装的，其实是拼啦，其实就是大家一起拼，对吧？那咱们就拼一把，我们做三盒1640，买24送27 ，OK， 吃冰之前 ，OK， 保持去年的 offer，OK，、okay, okay, 好，但是买三组就这个4920，没涨价，嗯哼。我们可以做一个4899，好吧，漂亮一点。嗯哼，等我一下，我反应一下。4899，减了21块钱。好，好。4899，咱们坐到这儿。然后买72只，送96只，一共168只，非常漂亮的。再加雪藻面霜10毫升，一人花了1633，拿到56只，哇，哇哦。等我一下，4900，4989，嗯，减去21块钱，减去21块钱，不是81的券，是21的券。老板，咱们再完整一点，4800，一人1600，这样会比较的完整。刚才的还没有算完。又开始来加99，这个已经其实比这个96，这个真的啊，我崩溃。这个，就因为我们去年的这个套组其实就是我们限量了嘛，就是因为它其实是破我们的。嗯，我们也限量。限量。咱们大套组卖，就，所以这个生意我觉得可以。但是这个确实是太破了，就是这个。咱们现在其他的只能买。不，这个不是限量的问题，这个是秒杀的问题了。啊，秒杀？对，真的是秒杀的问题了，这个真的是。稍等，我们，果然事情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容易。其实也是这样子，一直在薅头发，挠头发。我已经闭眼，我已经不想算了。老板们，给你们透个底，今年的一线大牌回到了最初的原点，他们调价之前的价格。你的上一个品牌是直接回到了最初的原点，还破自己的价格。嗯。对，我觉得这样子吧，我觉得我们两边都让一下。确实双十一会有大量的人囤货，但是其实我们有看一下，去年其实我们冲的最高的其实还是24组单组的这个量级。嗯，对，所以的话呢，我愿意做一个让步，是我的单组24可以送到30组，这个是比去年更深的机制。24送30就54，这个没问题，我觉得很好，比去年涨了3组。是。然后副套组还是按照4920，然后我可以送到90，然后这个机制其实已经比去年双十一已经低了。对，都是30.3呀，1640除以54，就是它会没有一个为什么要拍三组的感觉。多了面霜，但是面霜也只是小样。那我们面霜全部去掉，全聊 VC 的话，那我们要换一个方向聊了。副套组也希望只送 VC。Yeah， 然后我们就测算一下，我们为什么要买三组？因为是有囤货需求。那我是不是可以买三组的囤货需求的同时，让它变得更便宜一点每一支？那我囤货才有意义嘛？好的，等我一下，稍等我。三盒送4盒多，就是买等量送等量再多了一盒，就买三盒送3盒，再送一盒，再送一点，对，再送了一些，好好啊，这个 offer 一定买三盒。你跟他们说你的想法，我怕他们哭。没有，我们今年会很坚强。你们会很坚强的，你确定啊？那我说了哦。不，等会儿。
这个的话就是按照我们就是这几个产品的直播间到手价算的，很渣的，这别再压了，救命！就是这个，那就得选这个。对对对，好，佳琪，我们已经算明白了，4920买72送96，单子更便宜。对，30块钱一只。是的。我觉得加到我的想要的地方应该可以达成。好远，李佳琪。拉远了就。佳琪，我们刚刚这个真的已经非常给力了。佳琪，别再算了，我害怕。佳琪，佳琪，佳琪，听我说。我觉得有一个非常爆炸，我一定会推三组的。4920，买72只送。我不想听，我也不想听。27块钱一只。不行不行，我也看不清那个东西。别这样，佳琪，我们已经非常给力了。佳琪，说不行，咱们就掉头走。佳琪真的很给力了，我们真的很给力了。我给你一个折中的方案，就因为要冲这个套组的，一定是这个 VC 对他以及他的小伙伴非常给力的。我在9月底以及10月之间，给你去做派样，然后200块钱买6只维 C， 然后我给你送200块钱回购券。对，然后这个是可以用在套组上面的。早说啊你。对，然后你直接算一下，我这个叠加起来的话6只就102。对，是的，102。然后我可以承诺的事情是，任何的售后问题我会开通专属的通道。对，的话你每一只叠加的都去到了27。姐，我告诉你，你就差了3只，你就可以直接让看这个直播的女生们。我已经非常在了，我要出你愤怒了，真的我不行了。那你的意思就是说，4920买72送96，再减200块。对，是的，用回购券。嗯。来吧，我们看一下雪藻系列。今天给到佳琪这边的机制的话呢，是直接2280，一个面霜送3个精华，然后送2个10ml的面霜。那我们是否可以直接买什么送什么？把那30毫升精华咱们去掉，就买一送一的量，1880。但是这个品才刚刚上市，对，第一次上3个月。好，这个我们爽快一点，1880。买50送50，哎，好，可以 ，OK， 漂亮，来，还有没有？下面我直接来我们的雪藻的系列三部曲，一个面霜，一个30ml的精华，一个15ml的眼霜，我们送面霜正装、精华的正装、眼霜的正装。正装送正装，这是我们真的最底最底的。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往常直播间面霜、精华、眼霜的到手价应该是比5240要便宜的，是4840元。OK。降了钱，4840，但是我们从来没有送过正装。我知道，我非常好。所以我觉得，所以等一下，对，你那句话不要讲出来。对，就是佳琪，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我跟你说，咱们一口价，玩个大的。我们其实就是希望。姐，我跟你说，单独面霜我们不一定打得赢大牌，但是我很有信心有一个 offer。看你可以谈得了多少，我觉得10000套我们应该可以把它卖掉。你要听吗？我觉得很精彩，看他的表。你不要听。我不听。那我先走。你跟我聊。你试试。我试试。准备了。
因为这三个正装，我们在4840元的基础上，每个正装再减100元，就相当于在我直播间买单独的单品，每个便宜了100块，这才有大套装的优势跟状态。明白。然后我们就觉得哇，一定要囤大套装，每个再减100块，4840元，三个，一个面霜，一个眼霜，一个精华，送一个面霜，一个眼霜，一个精华的正装。把那个5个10个变成一个正装，我买一套，我也买，不行不行不行，之前的注意力全部在 VC 上嘛，所以大家会觉得雪藻好像是那种有点像温温的单品在里面，我们想要用这个套装，让买三件套的 VC 的那个姐姐，再把这套带回家，一整套的科兰妮护理，然后不用去买别的水精华面霜了。我觉得我们需要紧急会议一下。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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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们真的有一点慌了。他们每一年都会慌。所以是好消息吗？我觉得算是好消息。我们的价格，嗯，就是可以按照家庭的来，4540，然后我们送到正装量，因为这个面霜没有办法。对，是的，面霜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我觉得这样，我们把最重要的 VC 和我们刚刚的单面霜今天晚上可以敲定，因为套装。就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在于大家如果要买你的产品，就是要好拼单。那真的是我自己买一套，然后我再把这套送给另外的朋友，或者跟他一起配。因为你知道这个如果是5个小样的话，就会容易有一些些的女生会觉得说，那我再考虑一下，或者买别的套装吧。我觉得你们可以再去申请一下，把这个大套装作为一个悬念，然后我们就直接到时候在直播间的时候告诉大家他可不可以做到。对，直播露出，嗯，好吗？好的。然后你们也可以回去跟老板们再申请一下，不要给你太太的压力，我怕你今天晚上睡不着觉，怕你头发抓没。好的，那我们的 VC 精华就是非常棒啊，买一组24送30，1640，三盒的组合是4920。然后买72支送96支，对，96支。然后谢谢老板，谢谢谢谢佳琪，谢谢谢谢。来吧，签字。好的。OK。来，3、2、1。好的。谢谢佳琪，谢谢老板，所有女生的 offer 三，柯兰妮成功。好的，欢迎大家回来，我们所有女生 offer 三的第三集的，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每一年我们直播间都买的飞起来的，好嘞好嘞好嘞，来了来来了，欢迎三位老板。欧蕾其实跟佳琪作为多年的这个挚友品牌了，我们今天更多的是一个有商有量的一个聊天的节奏，就是说欧蕾在我尽可能的范围内，我跟高老师还有丹姐，我们尽我们最大的诚意，今天我能拍板的我一定拍板，我们今天主打一个真诚，真的，我们今天就真诚三人组。丹姐，我们今天可以就先上一个第一个的真诚大 offer。 都不用我 Q 流程了啊，来了第二遍了都很懂了呗。对对对，熟悉熟悉熟悉，老朋友了。 OK， 咱们第一个大 offer 就是小月瓶美白面膜的这个 offer， 其次呢，我们还有这个红蓝胜肽的面膜，是用于特殊美容后的修护的。先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小白瓶面膜吧。我们今天能给到的 offer 是买15片，到手价359，送25片，相当于到手40片。你减了30块钱，给我少了10片面膜，那就相当于你一片只要3块钱哦。那我就按3块钱一片跟你们聊了。其实去年咱们上的是囤货装，对吧？大20片其实它到手价是高的。囤货装的单片价会低一些，所以我们今天思路是说，我要不要送个15片，大家到手价低一些啊？这样的话，这个我们所有女生这个购买小月瓶的门槛，啊，会低一些。我们可以讨论哈。你可以试一下。
来吧，我觉得对对对，就一个方向，就咱们这个就简单粗暴，对对，简单粗暴一点。跟女生们说，去年389五十片，今年359五十片。好，志同道合。我为什么笑了？刚才我说回忆一下，去年是389五十片，今年咱们给了个359低门槛到手价，但是看起来单片价高了，能不能把它拉回到跟去年一样？话都是你说了，你不会难道这个是给我打幌子的吧？啊，不，当然没有。我怎么会？你知道他今天所有的反应都是感觉像排练了一百遍，就感觉接受了。他去年是那种被我们打懵，然后他今天就是整个说，哎，你跟着我的节奏走吧。今年我们今年主打就是带一个品牌挚友的真诚。我觉得可以，就这个吧。没问题，谢谢佳琪。好，但红蓝不行哦。坦率的讲，蓝铜生态和这个五态六态很贵。嗯，我非常理解，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这个成分，我觉得这个成分是有未来的。但是这是一个新的成分跟护肤逻辑，它是需要让市场大家都开始慢慢做了之后有这个声量，它一定会有一天变成像早 C 丸一样很火。所以我觉得它需要养，它需要日常多跟消费者接触。因为这个第一个小白瓶面膜是359，那我们这个直接也做到359吧。你就便宜了9块钱，你每一片便宜了8毛钱不到。Sorry， 我确认一下。我觉得在前期我们是需要付出一些代价，让大家知道的，因为我觉得知道人还少，对吧？因为这个确实是应该让大家去试，就是用了之后确实是特别好的一个面膜。哎呀，豁出去了，豁出去了。丹姐，你直接说，359除以25，三盒正装量，相当于我买10片送15。蓝铜胜肽面膜，佳琪，这可是我们的新品。如果你放在个链接里面做对比的话，它只会牺牲，然后给小白瓶面膜，就是做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我觉得它可以抢跑。我觉得也讲得非常这个有道理啊，就是如果真的摆在一起，它反而就更不起眼了。当然，佳琪是说还是这个机制对吗？我可以359，25片，有进步吗？哇，这不是进步啊！我们这是咬牙在前进啊！我觉得咱们就这样，小面膜上对半冲，然后这个红蓝生态面膜咱们放到31号，好，然后叫小养一养，好不好？给我看一下你们最爆炸的单品。相信你也有所耳闻了，有所耳闻了啊！咱们这个 offer 是真的前所未有啊！又来了，有的时候杭总不要铺垫太满，要不然我那个一下就会上头。这个前所未有，主要是来自于佳琪官网去年就给我说的话，说小王，你还给我送小样啊？杭总，还给我送小样，当时痛心疾首啊！我就当时就跟老板说，我就是磕在这儿，要把我们这个机制在双十一之前跟所有女生、跟佳琪、跟旺旺见面。如果你给我拿出中药，我就整个想要打你。对，你可以打我，绝不还手。但是呢，我岂是那种人呢，对吧？来，丹姐，我们今年既要给所有女生带来一个美白的护肤宝典，我们今年真正的做到了买正送正，我们两支到手价做到569。哇哦！价格贵了，你去年是499啊，贵了70块钱。你听丹姐说完嘛。我们这款新升级了，但你少了26没有哦。你去年买100送126，再加一支洁面正装哦。佳琪，这个礼盒是我们专门为你定制的。我可以不要礼盒裸着卖？他刚撒娇了，我觉得我们拿了这个，我以为拿出来会是个王。旺旺，咱不考虑那什么26没有小样不小样了，我给你一盒正装小面膜。那洁面那是因为用洁面换的呀，是不是我用洁面换的？是不是？咱小白，那你把洁面放上。我来看看你的需求。可以，你来看，一起参与一下讨论。怎么样？
你知道他们花多少钱吗？花老多钱了啊！这实话，我才不相信。哎，说真的啊，买一送正，嗯，然后加100ml，5片，嗯，好，面膜，还有这个，不行，不行，不行，打他，拦着拦着，别走了。放老师一起来，来大姐，咱过来一起。感觉我们在欺骗所有女生，不能听是不是？感觉我要丢工作了。我来美外给你当主播。嗯。家就放就是这个。咱们要不要回去谈？这样拍下来，感觉我们在开小会。好好好。没事，就是有商有量。相信我，我有一个非常大的 offer。哇哦。非常炸！我可以来美外给佳琪打工吗？当然可以啦，不做主播就行。太难了，太难了，真的。但清楚的收到了需求了，我觉得我们的诉求是一致的，就是说，到我们这机制出去的时候，不会有消费者，尤其是我们的稳定的我们所有女生的粉丝、欧蕾粉说，哎呦，跟去年不一样，干嘛干嘛，有左算右算的，所以。需求该到了，我们回去掰扯一下。在，我只能讲，今天我真的搞出来底线了。我要是能答应你，我现在就答应你。我现在主要真的，我觉得我们已经穷尽所有。那好，看到你的难处了，我们先保留吧。签吧，咱们今天还是有所收获的。来签，来丹姐。丹姐，你不会在双十一之前离职了吧？不会的。我们还要给所有女生这个搞 offer 呢。来来来，三、二、一 ，OK。所有女生的 offer 三 ，Olay 成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所有女生的 offer 三的第四集。咱们今年其他的品牌的价格都有在做一些些的窗口打开，我们从来没有两百，没有做过，对，没有做过300以下，从来没有，这个已经是利润的盈亏线了。哇哦，今天这个品就吃的就是有点晕了，就是来的时候四个品，其中一个变赠品，怎么老板都想把我从四楼丢出去，这个真的不行哎，这个权益已经是翻屋顶了，我们可以打电话吗？